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让这款《幻书启示录》好，网易游戏登录的方式有网易信箱、快速游戏，还有手机。手机你可以自己调整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我这边先同意一下。那这边伺服器还蛮多的啦，随便选一个吧。好，游戏的话，我在去年12月的时候有试玩啦，有试玩过一下。我2020年的12月左右。那这边有可以选男生女生啊，但是男生女生对于我们游戏的剧情应该没什么不一样啊。好，比如说你这边先选男生，因为我们是美少女游戏啊，就是把书本拟人化变成美少女。那你也可以选女生啊，但是应该还好。那我就来选女生吧。好，哈姆。那这边可以调整语言语音，我们习惯听日文嘛，我们就听日语。这边可能还在下载，是不是？尚未齐备，好吧。那有画质，我们用高清吧。为什么去年12月到现在我又要再试玩？因为我们台服现在有事前预约活动。好，6月25号，今天是7月5号啦，6月25号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他事前登录活动，台服要出了。好，这边自己按一下。通常是这样啦，如果是有腾讯游戏或是网易游戏，好，基本上台服都会有人代理，都会有那个厂商代理。好，来吧，有一个黑发的少女，目前被追杀中，然后我们被手机给吵醒。好，目前在图书馆。图书馆。好，这个少女是书本幻化的啦。好，看一下剧情。网易或腾讯游戏的话，基本他们的画质啊、画风啊都不会太差。好，我喝个水，不好意思。再小声一点好了。其实他是来偷东西的，我先跟大家讲好，反正待会看到剧情。因为我去年有玩过，我还记得啦。他是来偷一个什么什么之火的，什么什么之火的，阿克什么之火的。哦，阿克下之火是不是？我们在图书馆。好，进入战斗系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战斗系统。战斗系统我们就一起看吧，因为我有点忘记了，战斗系统每个游戏不太一样嘛。好，这边可以释放技能，然后点目标，指令级的 RP， 回合制战斗吧。好，因为我是用日文啦，所以说可能就有些语音还没完备吧，还是不知道要不要再下载啊。好，这边还有技能，它会消耗我们的点数吧。齁，这边下面有三点嘛，我们这边已经有三点。这个就是奥义啊，齁，技能奥义需要消耗这个点数的。好，我们负责把怪聚在一起。那游戏是有一点点战棋，
好，一点点战力就是你可以走位，然后被敌人攻击，你也会位移就对了，不是那种完完全全的回合，就是打完就跳回去原位，打完就跳回去原位这样。好，继续，这边是攻击顺序嘛，出手顺序，好像变我们了，是不是？变我们操作。那目前速度比较慢，可能之后会有两倍速或自动啊。好，手游基本上都要两倍速以上，或者是开自动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没有语音，呵呵，可恶，不然你们就听中文嘛。那陆府现在跟那个初音未来联动啦，我觉得初音未来很容易跟二次元美少女的游戏联动，像之前那个模型少女也是跟初音，大陆也是跟初音，大陆简中版，台服前一阵子出嘛，前几个月。好，或许我们应该听中文。好，我要开启这个门。这个门只能给人类开啦，他利用我们去开这个门，他要把里面那个阿克夏之火偷走吧？应该是这样。阿克夏之管。这边是头像弹幕，那怎么返回？没有返回。哦，就这样。这边是打弹幕，那这边不能设定，还不能设定。我的频道上有之前玩的影片啊，你们可以比较看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。我也忘了我当时讲什么，或是当时的画面是这样，因为游戏其实一直在改版嘛，所以很多东西是会慢慢的进化进步。好，这边进入剧情之后就有语音了。哦，剧情动画就有语音，就好像在你在看动漫一样啊，在看动画一样。所以它的剧情还是很丰富的，可以慢慢看。我早就知道你是坏人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破梗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就大概玩20分钟啦，那之后就想玩的人就可以先体验，那再不然就等台服嘛，我会把那个预先注册的 iOS 安卓下载链接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，还有他们的脸书资讯。哦，你可以去预约活动啦，预约就会有一些福利嘛，大概就10连抽啊，什么封神演义的幻术啊。哦，这个我当时在玩那个陆府简中版好像也有啊，就是即便你不预约信箱可能你都可以领得到。好，玩游戏学日文。看动漫学日文。我看那个25号的那个巴哈新闻嘛，他写事前登录开吹，大家知道开吹是什么意思吗？日本的开吹，吹催促的吹，开罐头的开，开门的开，其实就是举办的意思啊，举行啊，举办啊，都叫开吹。好，有些日文它是虽然是写繁体，但是它虽然是写中文，但是他的意思就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待会成为馆主，然后就可以跟这些书籍、书本、幻化的美少女一起冒险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主题啦。二次元美少女拟人，书本拟人，因为有军武拟人嘛，坦克拟人嘛，飞机拟人嘛，什么都可以拟人啊。武将拟人，三国武将拟人，少女化。那这个是书本拟人，美少女化这样。好，另外一个主角出来了，应该是啊。这边还是好的一边吧。
他们就一黑一白吧。好，这边如果你听中文的话，应该会有语音，因为他嘴巴有在动。那因为我们选择日文嘛，所以就没有语音了。友善的询问。好，他准备跟我们缔结契约吧。好，所以这边的美少女叫做幻书，她是幻书、沙之书、阿克夏之火的守护者。好，没有语音比较可惜，所以说你们玩的时候可以选中文。我觉得中文应该有啦，因为腾讯或者是网易不会，基本上语音都会配字啊。好，直接我愿意吧。最初的幻书，可以稍微大声一点。我们家楼下的阿伯，他只要早上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听广播、听电视新闻，看很大声。我的房间都隐约听得到他的电视声啊，隐约啦，隐约听得到。就会轰轰轰有那种回音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就应该要继续跟他们战斗吧，阻止他们夺取这个阿克夏火之海火。の中でまさ。诶，他这边怎么突然又有语音呢？まさか。好，我复活了。你如果想要带入的话，你就选男角啦，你就不要选女角，女生的形象，你就选那个男生形象。やはりお前か。砂の本。スまナさラかおホン。前が目覚めるとは。なるほど。有没有？这边そ又の有那个日人間文の配血音。がお前を呼び覚ましたか。運命。運命とは不思議なものだが。命运，然后运命，运命，颠倒过来念，运命，命运。お前が死なが、アーわ、カー讲社话有の点慢最哦，後の防衛速度比较慢。戦。たとえお前が再び人間に組み、片付けろ。好，遵命。来，继续战斗。我们刚刚被他干掉了嘛？我们现在把他打回来。好，3D 模组做得不错。这边的话就是一些古代的书本啊，什么《胡桃夹子》哦，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兰亭集序》，随便选一个，那再选一下我是猫，夏目，我是猫，夏目漱石是不是？好像夏目漱石作者吧。好，选这个《胡桃夹子》呢，大陆可能叫《胡桃夹子》是不是？僕はくるみ割り人形です。ご命令をください。这种就是格林童話、格林童話什么的。我が輩を呼び出したのはおお是猫。我が輩に煮干しを献上できるのにゃ。啊，这边有个猫的少女。我选一个西方的，一个日本的啦。那刚刚另外那几本就中国的吧，什么《聊斋志异》啊那一种。好，这边是攻击顺序，速度越快的话就越早出手。那因为我们这边有气嘛，可以先放，有三格那个能量点数，
这招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不，一个 AOE。长按看看。哦，有这边。小范围敌方角色造成160%伤害。嘣！果然是小范围两只。有的角色可以巨怪啊。这边是猫系人间，反正就随便用吧。好，那战斗的动画还不错，又有语音。那我们现在升普攻攻击，有没有？我们战斗完是会移动的哦。像我们这个刚跑到前面去打的，他就不会跳回来，有的回合制是会自己跳回来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稍微移动我们的角色。好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。好像视野的部分，带我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旋转呢、啊？拉莱耶文本，好，不认识。好。有没有？他可以把它聚过来。我们用这个巨怪，点点，哇，网络不稳，卡了一下哈，我可以稍微旋转，然后不能放大缩小，只能稍微旋转一下。巨怪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很好的 AOE 他们，嘣嘣嘣嘣嘣。好，继续，跑到他后面锤他、欸，好，他反击了，还不错。好，获胜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十二月好像试玩20几分钟啦，可能有跳过也不一定，就是一些剧情跳过，要想要玩快一点。我觉得它真的有点让你有点像在看动漫动画，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。通常是这样啦，台服没有代理的话，玩的人就会比较少。哦，这边有跳歌跳唱歌，我就跳过哈、哦，不好意思，唱歌部分有可能有版权，想听的人就慢慢听。抱歉抱歉。遇到唱歌啊，或是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版权，我就会静音了、啊，或者跳过。毕竟要上传嘛，影片上传版权就比较麻烦。好，这边我们跳过吧。我、哦、这边有一些简单的叙述大纲概要这样子。我比较喜欢这种，就是你跳过之后，他会告诉你我们刚做什么事，然后准备要做什么事。那我这边就赶快跳过，我们就回到首页吧，取得控制权，把首页看一看。那洛甫现在是跟那个初音联动啦，那台服的话，我不知道他总共几个联动啊，因为我没有玩嘛，没有持续玩。跳过的部分还不能跳，所以我们就在图书馆待到天亮啊。好，离开吧。图书馆不会是我们的首页吧？好，那我们要，我们现在开始用跳的哦，一只一，哦，就高中班会，好，我们现在角色只有那个沙之书而已啊，好，这边是备战区，我们就选择出战。就是一开始你有很多书本的角色嘛，那你就可以出战这样子。我们打得过吗？我敌人慢慢前进 哦，他们是近战是不是？那攻击范围有超大、大、小、单体有4种。好，我们继续用这个，这个应该是算小范围吧，可以打到3体。好，我们用大范围这一招。
我打到好吗？它 有一圈啊。哦，沙之书。那你用三点技能就会有一个动画这样。好，非常好。反正就打敌人累积能量，然后有能量就放奥义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通常会送我们十连抽嘛，通常。一开始会先送我们一些基本角，然后我们取得游戏控制权，信箱看看有没有什么福利吧，理论上要有啦。好，击败了攻击我们的怪物，好，跳过。好，继续剧情的部分。我待会那个啦，有控制可以控制权，我用中文看看。我们返回一下啊，不行，还要再打。好，一只一只的继续打，然后调查一下，跳过。那我们现在有两个角色嘛？哦，一样，我们就点击己方备战区可编辑内容。哦，你就编辑吧，可以这样拖拉吧。好，就开始吧。反正通常手游是这样啦，你就是先战斗嘛，然后获得角色，然后就要学会升级。这个是近战，近战会往前冲。不，我们被打死了。好，跟刚刚打法一样，肉盾就往前冲嘛，我们就远程就在后面偷打，输出这样。哦，还有哎、欸，我有两波敌人，有两波敌人。那我们继续啊，这个是小范围，他的小范围打好多、哦，因为这些人站很近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刚来只胡桃夹子，应该是念夹子吧，还是匣子啊？不知道，那简体字。要查一下大陆怎么称、怎么讲的啊？我们台湾那个胡桃浅吧，我记得好像胡桃浅。大陆好像就真的叫胡桃夹子哎、欸，哦，一个芭蕾舞的舞台剧啊，以前那个都会有一些电视剧啊、卡通啊之类的。好，我们继续跳过，啊，没办法，只能继续战斗，我还继续战斗。返回的部分，我退出会怎样？退出看看。好，可以的，可以。一之二打完之后取得游戏控制权，回到我们世界，然后图书馆。OK， 这边果然是我们的首页。那稍微看一下吧，我稍微看一下。这边是我的状况，我还没有实名认证，是不是？我还没有实名认证，因为我用游客试玩而已。然后这边是不是体力啊？这个应该是体力灵感。那每天可以补灵感啊，有一个时间可以补灵感，有点像吃饭团啊、吃肉啊，或者吃什么烤鱼啊，补充体力。小黑板是什么啊？兑换码、客服问卷公告。好，因为那个很多功能还没有开启啦，所以说先看一看吧。经理，这好像是活动，是不是？今年好像是活动问卷公告，公告没什么啊，就七月一号有一些更新嘛，跟台服无关啦、啊，台服一开始什么都没有。回来大厅，然后换书应该就是美少女啊。哦，有群攻、单攻、庇护、治疗、扰乱这几个属性，我现在只有两只。那召唤的部分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嘛。好，原因是因为我很多东西还没玩，所以说这边功能都还没开，有没有？这边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功能还没有开。我连设定都不知道它放哪里啊，这边是活动一览，我连设定都不知道放，现在放哪边啊？嗯，
我这边先暂停一下，然后我就再去打一打一打，好，打一打，然后再看看怎么样，把一些功能给开一开，然后再跟大家讲吧。世界是怎样？就这样而已。好，那我就来吧。好，刚刚我打了一只三，一只四，然后回到这里，回到了我们的图书馆。那我们在一只三的时候有拿到一只角色，所以我现在有三个伙伴，三个幻书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是点取领取一只四嘛，我过了，然后要带我们去抽抽了吧？所以你要抽抽的话，要至少玩到一只四。先抽一下，看一下抽卡。他这个抽卡动画有做啊，以前好像没有哦。那不完全是美少女哦，有一些男角。蓝亭集序。好。金装哦，紫色的。好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有六折优惠哦。好，六折优惠。这里第一次十连抽应该是六折优惠，1380，我现在1400，所以我可以十连抽。好，看起来新手先送我们十连抽了。好，我们来个十连抽，至少玩到十连抽。那剩下的功能就给大家慢慢来探索啊，因为再玩下去可能就要更久的时间。好，两紫一金。我一个兔女郎，兔兔装，金色的兔子，有蛇，蛇加兔子，这是什么组合？天方夜谭哦，天方夜谭，哇，这个日本的吧？白骨夜行哦，是不是？百鬼杖，传说扩充百鬼杖。好，金装，画图百鬼夜行龙，好，再来。爱丽丝吧，是不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？这很明显啊，一看就觉得是爱丽丝啊。这边应该用兔子吧？啊，是兔子没错，只是跟我们想象那个兔子不太一样。爱丽丝梦游仙境。好，剩下的话就也有动画哎、欸，哇，一般角色也有动画。好，我们跳快一点。杂鱼不想看，罗宾，亚森罗宾，那个不是侦探小说吗？亚森罗品吧，我马上翻成亚森罗品。这个是谁啊？不认识，哦，非合作博弈，那本书我没听过。哇，这个是怎样？战争学。这不会是那个中国的那个药书吧？什么长百草啊？好，真的是一本药书哎、欸，不会念知黄药典还是岐黄药典？应该是岐吧？哦，又一个鬼、欸，梅花艺术，梅花艺术没听过。欸、我们光看动画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哦。唐吉诃德哦，好，唐吉诃德。OK， 应该有重复的吧？重复的，哎、欸，没有重复的、欸，没有了。它不是无限重置，就抽完就没了。好，还可以再抽哎、欸，还有打折哎、欸，哇、哦，真好。
然后这边还有化学的，哦，混沌的，真理的，这个是卡池是不是？启程，哦，有些卡池不一样。那几率的话，通常这边点会有几率的。这边有瓶装、精装、点残三种，然后有保底，哦，有一个保底会获得那个金色的典藏。好，我就先玩到这边吧，因为已经30分钟了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可能没有玩到这边，当时我比较赶，可能20分钟就差不多就介绍这样子。那我这次至少玩到10连抽，这边要教我们如何强化嘛，然后如何升级啊之类的。好，升级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